欢迎加入台湾血液基金会 LINE 官方账号爱捐血，一个为您量身打造的捐血资讯平台。只要用键盘输入想搜寻的关键字，就可以立即获得最正确的捐血资讯。此外，爱捐血 LINE 官方账号还同时提供了三大功能。首先，使用问问我功能，可以知道用药或手术后是否可以捐血。刚出国旅游回来的您，也想知道自己是否被限制捐血了吗？快使用爱捐血 LINE 官方账号查询，感染危险区功能绝对是您的最佳帮手。突然想捐血，却又找不到附近有哪些捐血点，找到捐血点却找不到最近的停车场，使用捐血区，您可点选图示，找到您所在的区域，或直接传送位置讯息，轻轻点几下，让热血身体力行变得好轻松。点击我的资料，连接个人捐血资料后，还能享有更完整的服务哦。不用担心各自问题，只要简单三个步骤，个人捐血资料连接就完成了。未来不论是捐血后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，或者是想知道检验报告什么时候完成，爱捐血 LINE 官方账号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您。加入爱捐血 LINE 官方账号，一起卷袖捐血做爱心。